自2003年艾克商务中心进入中国，我们所追求的不仅仅是为客户提供舒适的办公场所，而且能够为不同背景、不同行业的企业提供一个广阔的商业平台。2016年，我们在北京的环球金融中心落成了一个全新项目，将服务式办公室、高端综合会所和餐厅融合在一起，形成一个商务生态圈，为商务人士提供更多样化的服务。这就是艾俊和哈迪森餐厅的诞生。在艾俊，会员可以在这里办公、开会、会见客户，这里的多功能场地使用非常灵活，我们有很多社区活动都在这里举行，通过这些活动也促进了会员之间的互动和联系。哈迪森餐厅是一个美式休闲酒馆，我们希望每位到这里用餐的客人都能感受到这里轻松自在的氛围。我加入艾克商务中心已经11年了，我很喜欢这里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氛围。长久以来，有很多客户伴随我们共同成长，我们致力成为客户心中最值得信赖的商业伙伴。